我给你约个爱回收上门回收了吧，他家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呢，又快又方便，下个单就有工程师上门来收，当面清除隐私，估价之后现场打款。我之前用了几年的 iPhone 11，还卖了2905，钱到账了，工程师才走。不愧是上市公司，安全可靠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，去爱回收就对了。行，趁现在等工程师来继续。